第一次是几只？第一次啊，说中是去年了。去年了、啊。我女儿现在几岁？他五岁啊，我看你有两年多了嘞。两年多是吗？所以不是去年了、啊。我就不知道，要问一下你。我觉得可以帮忙问一下吗？哎，我可以。你看几个医生很多啊？啊，很多啊，有抽血、抽过血，去检查。嗯，有没有报告呢？报告啊，在我女儿那边呢。在你那边呢？最后一次是几时？Wait the dog. 最后一次是几时看医生？哎，看起来。You need to wait the dog. 我也不懂，他在做公文件。他咬人吗？啊，之前他怕我会呀、啊，会呀、啊，没有了。怎么办？这是。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没问题，慢慢来。是我的妹妹跟我讲的，有一次咪给了吗？嗯嗯。OK， 没有问题，因为像我们要懂它是几时发生才跟你讲原因啊，不然的话很难跟你讲。啊，你先啊。OK，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做，你帮忙回家帮忙找原因。嗯。哦，不然的话这个皮肤病一直会回来。是是，我也很辛苦。好，对，了解。可是现在这只狗180在家里，所以你要懂啥是。问题是家里，对，我现在也不敢带它去公园了。嗯，先暂时停车。他也觉得，他懂啊，不好意思去公园，觉得自己不好看了。真的。对。OK， 皮肤，我们验了，我们就可以跟你讲，它是不是这个皮肤虫的问题。嗯，好。OK， 来，我们下一片药先。嗯。OK， 再懂问题。可以的，可以来。OK， 他在那边对吗？还是下面？上面的。上面的，上面的。OK， 对对。Okay， 我给去了啊。Muzzle and then the take blood for test, allergy test 啊。这样子可以了，可以吗？可以的。对呀。Judy， you can tie 了 ，Judy， go behind and tie 了。Because you don't tie properly after that, the you just go behind the dog. You don't go in front of the dog, huh?你 tighten it， 那个那要戴帽子吗？还是戴个帽子？啊啊 ，put the collar on。来 ，OK。Put the collar in first 啊。能戴不进嘞。不要紧，你抓他的头可以了。嗯 ，OK 了，好 ，OK。啊，你抓他头 ，It's not tight enough， not tight enough。那边怎么 ？OK。那绑得紧吗？这个？不紧啊，不紧啊。就地台阶那边，你跟他讲话就可以了。哎，讲话好乖哦。This looks like 哎 ，demented mice 啊 ，looks very much like demented 呢。讲话好乖啊，喜欢看医生好乖哦，还要回家给吃啦 ，OK。Very tight, very tight 啊。他会吃会喝吗？嗯，吃没有问题。可以，没问题，很快。OK 啊。这个要拆。你 need to wear the collar？ No need。不必，你要 put your collar on。可以了。check the ear and see the ear, anything, any crustiness,、yeah. any crustiness,、okay. crusty, any scabies, crust, okay, the other ear,、okay. any crustiness, I think there is crust,、yeah. right, crustiness, right. 嗯，你们有放什么东西在这边吗？没有啊，他自己抓的。Okay, go in, take blood.